你还袂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无？你到底想要得到啥？万家一千，即马证据都伫咧遮，你阁想要底气？原来我上爱的妈妈，早就伫咧我交回迄年都已经死啊！一切袂介绍的贼啦，你是凭啥物要偷摕我妈的命，又阁偷摕我妈的身份？你到底是啥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就是我是全职代售员的，所以请假演三十几年。不是，我是一直到最近才知影，我的人生扣你的变态老爸霸占去。原本我有自己的人生，伊煞把我掠做变做代售员，我才是这件韩国代志上大的苦主。你若是要找人算账，干脆你老爸莫来找我。所以，你着怨恨阮爸，伊改变你的人生。就要报复伊，这边，甲我甲莹莹这边制造麻烦。另外一边，你着利用杜光亮的代志，让阮爸头壳冒冷烧。你爸夺走我的人生，我是安怎袂用报复伊？比起我清醒了后，发现我什么拢无啊，无法度挽回迄款心痛。万条我即马想的折磨，根本就无算啥。所以连莹莹都发现，我跟汉良做伙的代志，我跟信泰，伊嘛对我起怀疑，甚至逼我去甲阮爸承认，我跟汉良交往，我才会当替汉良保命。你就是挑过伊，要来折磨我爸，我还阁伊的对无？无唔对，一切拢是我做的，因为你是伊的查某囝。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，你做这个见笑呆，早晚会变好。根本就无资格做我的妈妈，你给我卖面向我，你给我卖面向我，头去找你爸妥啦。这条命若是会当拆烂，我早就家己动手啊！你莫再跟我讲你有外痛苦。你发现了，你会当做你走，你会当去追求你家己的人生。你啥做，搁要留伫个遮？你搁讲啥物？你是要报复阮爸？我看你遮毋是因为这个原因尔，你根本就是想想阮家的财产。你莫再欠我的。就算把整个万家都送我，也无够堵了。你这小贪的查某，你是在创啥？啊！你是在创啥？出去！但是妹妈，你现在不是款的，你要哪当对自己妈妈动手啊？那是你！你现在想怎？是我最近无好好甲你管教，你若爬到我的头壳顶上，那是你！找这个替身，简直是我妈！你已经陪我三十几年啊，刚刚你拢没给我一个交代。我若是无发现，你打算要维护这个歹查某，维护到什么时阵？爸，你来到今麦还阁想袂通，我甲你爸阿家的感情会变甲安尼？我甲莹莹伫个舞界愈来愈无地位，这拢是因为伊。
爸，结果你说什么拢无买做，你就是一心想要为何这查某，你安尼对我介意，够狗屁，够狗屁！因为我袂当失去这查某，这个理由你当接受未？就算讲伊安尼死，安尼讲好了，你嘛无要无记性。爸，我知影你真爱妈的迄种心情，啊不过伊不是妈，伊甲咱万家母甲加欠母人，除了我甲因爹母甲无阿都徛起，伊阁超过伊家己的股份拢六万金玉，而且伊嘛害你的事业拄着危机。你想要找人斗相共，你拢找袂到啊！敢讲你着真正唔惊咱万家着毁伫这查某的手头？你是怕啥？等我阿公回来啊！阿公已经回来啊！安尼拄好啊！安尼啊，我着家是假身份甲阿公讲。早晚甲咱房价母甲两家煞摕，我即马就去甲外公讲，让外公来处理。你甲恁一妹，恁外公也是知影这件代志，要等来做好的话，一场车祸是意外，你嘛是因为无法度放下妈。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糊涂的代志啊！我相信外公，伊一定会当理解的。对，我承认我找一个替身来代替恁妈，上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爸真爱恁妈，我唔甘伊离开我。嫌过，也阁有一个逼我一定要安尼做的原因，就是当初的事。恁外公根本就无同意恁妈嫁我，所以恁外公教我有一个叫做恁妈若是有任何事干差，我都爱陪葬。这，你当然是做妈妈的人啊，先做看代志。也拢是干那看表面尔，什么素王干那无甘心？伊才是上无辜的人，伊失去弟弟，是囡仔都已经有够悲惨嘛，搁叫我娘来代替恁妈，都开始过着糊里糊涂的日子。照顾咱这个家，照顾甲伊完全无血缘关系的人，这么伊知影事实啊？伊敢会怨恨我？伊无当场甲我一刀剁好死，都已经是对爸爸上大的宽容啊！所以即马所做的一切，拢怕什么原谅伊啊？是？那安尼我的人生呢？我的人生要安怎？我的人生去安尼一步，步甲安尼茫茫渺渺。你就叫我吞落去，凭啥？爹哥爸爸在听你，你都无可能有路无处。什么啊？先卖讲你家己是不是做唔对代志在先？时代代志确实是不应该牵连到你。啊！那一点，爸爸跟他对你真实嘞。所以，你若是有任何的不满，都请你针对爸来，别阁为难素媛，好不好？爸，你，恁爸最近，家己一个头毛毛一烧，伊唔若要安打我。我海金融因为债务的问题，恁爸想要冒险回去赚黑钱，结果差点仔出代志。好佳哉是我甲恁外公
及时出现去救伊，若无伊即马早就已经无命。唔难呢，苏婉为着要保安尔，伊阁继续陪我，踮你外公面头前咧扮戏。伊甚至想要对你外公遐讨一寡资金来帮助爸度过这个危机，所以爸绝对相信苏婉伊唔是参像你口中所讲的迄种冷血无情的查某。所以即卖意思是。我继续接受这查某是，对。既然错已经造成了，把这个当时搞是当等干不是？伊即马若是走去甲这个代志压压过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咱全家拢给散地。你家今日即马都干那剩一个后头出当外口啊？你敢确定你要哪里做？这一定都是你的阴谋，对吧？你讲，你到底是要拍算啥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你笑我未啊？今麦就干那，我会当救万家。你若是想要继续做你的千金小姐，卖在遐，唔知好歹。你卖在遐摇摆，你若不是靠我妈这张面，你嘛是无半片。无你今麦就把这张面拆落来，我再看你有才调，承担这后果无？你哟，拢是吃饭空中，我都唔相信你有才调做一个无钱无势普通人。你好啊！既然说完这么话，刚刚先面对万家的困难，你就靠别个嘞。我需要说完帮助爸渡过一关，甲办还要给我办卡稳掉，你就卖过为难爸好不好？我今日甲陈忠心约伫少少会馆饮酒的时阵，去拄到张石金，想袂到伊竟然主动甲我讲好呢。伊讲伊真正的针对我，拢是受到戴金宝的命令啊。啊，既然即马误会应该开啊，伊就无必要阁继续甲我做对头，所以伊想要甲我交一下朋友。伊安尼讲，你就相信咯？你是咧怀疑啥哟？我会记得迄天替你求情的时阵，伊徛伫边啊，两粒目睭向盖盖一直甲我认，我就敢我万分我同款，我心内敢就不安的，因我总是感觉哦，伊来伊不善的。你的意思是，爱我唔通相信伊，阿是阿较提防的？嗯，无，我阁甲伊观察一阵啊。毕竟伊即马是甲不甲白做伙啦，反正以后我阁有需要伊的所在。啊对啊，啊你唔通以为明仔载电信部要来食饭，你都无应该想我啊。阿青也有讲啊，来甲你斗相共，你免压力收大吼。我想要靠这张面，咱电信部的心应该无什么问题。若无安顿好苏婉的心，地震波一关我绝对袂过。想要甲我万条万一世人，因为真心诚意保住一条命。